挣钱越多就会越幸福吗？财富与幸福是成正比的吗？我们在花钱的时候会感到幸福吗？关于财富与幸福的问题，哈佛幸福课教授泰勒·本·沙哈尔博士将邀请这方面研究专家罗伯特·比斯瓦斯·迪纳博士进行一场对话，一起探讨这些问题。迪纳博士是美国积极心理学家、作家和教授，幸福研究杂志和积极心理学杂志的编辑委员会成员，人们称他为积极心理学的印第安纳琼斯。他的父亲是著名的幸福博士艾德迪纳，是积极心理学的领军研究者。美东时间8月4日下午4点，也就是北京时间8月5日早上4点，沙哈尔和迪纳这两位世界级幸福研究大咖将进行一场精彩对话。大家可以到 happinessstudies.academy 官网上进行注册。这场对话是英文的，我将在北京时间8月8号周日晚上8点半为听众朋友们做中文解析。欢迎大家关注我的视频号 Michelle 幸福中心，了解更多信息。